你看你这个样子像个喝醉酒的人，就是每次都下一身汗。他下厨那个给他羡慕，找了戴哥。你刚刚在 VCR 里说你现在是跟队长害怕你也不能动啊。你转过来，你是真害怕还是假？还是真傻？你他怎么没打过针？你把脸转过去。你把脸转过去。不是你把我搞得我满头都是汗，你把头转过去。你把头转过来，你别动呀。就是，头转过去。你别看，不行，你别看，你把头转过去，你不能。头转过来，你别看呀。别把自己给紧张晕过去。快点吗？快点。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，危险！哎呦，危险！哎呦，孔真。哎呦。你把护士吓得不敢打了。你要这样子，你就给大夫说你别打了，后面。稍等，稍等，我讲，不行，我自己控制他。麻烦你自己看吧。你闭上眼，哎呦，你不看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。哎呦，你慢点慢。哎呦。还没打呢。哎呦。我知道，哎呦！你千万不要跑、啊！我的娘哎！你把他的肩膀这儿扶住吧。哎呦！别动呀！别动呀！哎呀！哎呦！我的娘哎！哎呦！我的娘哎！真的是，怪不得你说你再不陪他去打针了。哎呦！我的娘哎！哎呦！他也消完毒了。哎呦！你这功夫都打完了，真的打完了。哎呦！我的天！你别看行不？哎呦，我怕。不，真的，竞争不疼。好。哎呀！竞争不疼。哎呦！你怎么叫我来，快点！那最烦的有的娘哎！哎呦！在这边！你要这样的话，下周肯定是135是要打针的，一个星期要打三次的这种针。你要的话，就给大夫说就不要。快，马上给你做放疗来吧。你只能妈做妈带不来，带你做放疗了，妈4年了。哎呦！你烦你！哎呦！你这样讲了，这样讲。我走了。哎呀！你手在不抓了，你手在这儿，我没办法抓了。哎呀！Crazy things we love to do, just me and you.